摆摊中的产品，那个厂家老板一定寄回来了，货一定收到了。现在我去超市买点那个桌椅板凳之类的，小本生意就开始营业了。现在去超市去看一下，买个凳子，再买个桶，准备开始干活。现在装备已经买回来了，就是板凳啊，大小板凳，还有桶，还有手套。你拿来的这是什么啊？老妈炖的汤啊，拿回来给你喝的。哇，这么好。是啊。什么汤啊？我看一下。哇，鸡汤。是啊，是鸡汤。嗯。好料啊。嗯，喝了再装吧。好的。这箱就是你刷刷鞋子的那个产品吗？是啊。开来看一下。好。满满一箱。看看。听说还蛮好用的，我也试了。来来来，帮我刷一下这个鞋子，看看干不干净。好的，你是我第一个客户。啊、来，拿个凳子。啊。来，老板。做老板，你看、我的鞋子。现在是一样这么脏，这么脏的哦。对呀、啊。给你示范一下，用之前要摇一摇。你会不会呀、啊？这有什么难的？这擦呀。先擦中间，把我的袜子都擦了。这没事，不要紧的。还挺干净的、哦。是啊，马上见效果。对。哎，真的很不错，像干洗一样。要你帮我擦洗啊，我真的有种受宠若惊的。感觉很有啊，来比比一下，对比一下。哇。哦，真的。确实不一样啊！对呀、这个是刷挂的，这个是没有刷挂的。哎，不错不错，继续这一边。好的，老板。东西都到齐了，你准备去摆地摊帮别人刷鞋，那你觉得会不会没有面子啊？这老婆本。是不是你看很多那些美女帅哥都在干，是不是？这也没啥丢人的，我们是拼劳动双手赚钱，是吧？其实我觉得吧，怎么说呢，我们两个也还没有到了这种地步，是吧？生活上也不是说又去到这样子，但是怎么说呢，还是要拼搏一下，是吧？对，拼搏一下，锻炼锻炼。那行，反正你自己觉得放下面子的话，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对，尝试一下，确实蛮好的。鞋带都掉了。你这鞋系得太松了，我给你系紧一点，看到吗？系紧一点。可以了哦。老板，看一下。哦，真的不错啊。不错是吧？对对。可以，合格。谢谢谢谢谢谢鼓励。看一下，皮具也可以哦。那我的车里面也是皮的，那可以刷一下。对，可以刷，它这个车的内饰都可以刷。对，反正我那个车有两个多星期也没有洗过了，要不然你帮我把里面刷干净。可以啊。好。走吧，走。来，大哥，先试一下这里。你看，两个多星期了没有洗车，里面这么多灰尘，来试一下。好嘞，交给我来。效果不错啊。是啊，真的干净很多。对呀、啊。来，再擦一下那个这边啊，那个门那里也可以。这门的。对。
不错。可以吗？还干净过拿去洗啊。对啊。看来以后都省回洗车的钱了，是吧？是啊，那肯定是啊。是，不错不错。这里试一下，可以。嗯。啊。怎么样？光亮光亮的，大蜡一样啊。是啊，不错啊，挺好的。嗯。